来接姚宝放学了。张思瑶声音哑了。嗯，是糖吃多了。今天中午才不是呢。那能怎么声音哑了呢？我问了，我在学校吼了。在学校吼了，妈妈买了。天天吃那个酒席，吃的就不是上火的感觉，没喝上水我俩。哦。我也感觉嗓子疼，买几个梨下下火。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放学啦。今天中午呢，是我叔叔结婚的日子。所以那个有一个姐姐在舞台上，有一个环节嘛，那个游戏环节，有游戏环节。第一个环节就是抛这些可爱的玩偶，然后爸爸抢到了一个小兔兔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等一下，我要装扮一下。好，给他装扮一下。哦，这是一只酷酷的兔兔。噔噔，看一下我们酷酷的造型吧。还挺酷的哈、哦，我发现了哈、哦，它是这样子的话。就像一个海盗，哇，真的，这样就像一个盲人。对，今天学了什么？汇报一下吧。嗯，今天我们学了练笔，控笔啊。对，控笔。怎么控呢？就是你要画棒棒糖圈，还有两个格子一个横线，还有一个格子一个横线。你会吗？会。那你来表演一下吧。好的，爸爸，你看。看一下怎么，很期待。哟、哦，你这个书包什么时候还有这新功能？我都不知道。你没看见？哦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些功能。来嘛。嗯。这个是我们在学校学的两导两眼，老师给我写了一个 U。哟，写了个 U 啊。对。能继续保持吗？能。嗯。爸爸，这个说老师说需要家长签个字，又要在这写一个贝字，后面要写那个六角星。六角星还是五角星？五角星吧。啊、哦，来。那你背一下，我听一下。在学校的状态是这样的。好。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。哦，这就行了。嗯。好，我给你签字。嗯。背。还有控笔字。嗯。控笔就是要在亭子里画横线。我看一下，我小时候都没学过。这么简单，其实都没学过。哦，那你表演一下给我看一下呗。好的。嗯。写完了，来看一下结果吧。我来看一下，嗯、这是横线。这是在老师的辅导下写的，这是我自己写的。嗯，这个横线画的还可以，这圆圈画的这个真不咋地啊。这个圆圈是由老师辅导的。你在家的写的这也真不咋地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重新写。好的，爸爸。嗯。擦掉，我给你擦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擦。嗯。哎呀，你居然想到我的心里在想什么？嗯、啊、嗯，好好，谢谢谢。真帅啊你。谢，别奉承我了。宝贝，起来了吗？嗯，休息一下。吃个梨吧。好的，妈妈。嗓子哑了，两天上火了。嗯。电也捞了。给你吃一个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我已经写完作业了，可以出去玩会自行车，走了。又想玩自行车了？我太喜欢玩这个自行车了。嗯，好，走吧。哎呀，慢点，你看。一二三，走嘞。中环岛。好极了。发现一个飘逸的小帅哥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了，下期节目见吧，拜拜，再见。